游牧民族要搬家了，所以要离开了，是不是？盖乌斯你也一样，你要去向坚达门的塞克斯中将确认情况吗？身为军官学校的一份子，而不是诺尔德的子民。嗯，我要去。爷爷，你要留在这对吧？嗯，也算是某种缘分。反正可以开货车，我想帮忙帮签。我知道了，请你务必小心，不能共享天伦乐了。不好意思，长老拉冈先生，这么重要的时候，我却什么也帮不上忙。别在意，那就是你的工作吧。他要回去，他是记者，他要赶快回去写报道了，把事情报道出去。愿风雨女神保佑你们，路上小心。好的，任务分配完了，总之赶快去坚达门那边吧。也对，得赶紧确认情况才对。摄影师诺顿成为了同行者，暂时无法前往诺尔德高原北部了。噔噔噔噔，那这里有一个任务哎，这变成什么任务？你为什么会有任务？我管你有什么任务，我今天的实况就到这边结束了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集再会，拜拜。要收塔。